Hi Bike， 大家好，我是三分框关英豪。今次我又是试驾899 Pellegrini， 继上次在这个Imola 赛车场之后呢，今次Ducati 呢就举办了在这个珠海国际赛车场。咁呢就这个场地我非常之熟啦，咁就好快就已经有这个比较好的感觉啦，对这个车好快就适应了那个车的 power 的 braking 啊，各样啊。咁啊，今日天公做美啦，天氣好好啦，冇落到雨啦，咁啊，成日五節車都試曬。咁我對呢架車嘅 feeling 咧，當然如果攞翻架199嚟比咧，就個 power 係低好多嘅。但係個 handling 咧，正如之前咁講，雖然上次喺水地試，但係呢個車嘅 handling 咧係優勝過899嘅，佢冇899嗰啲出彎嗰陣時開油嘅大幅度嘅 shaking 啦，同埋啲線比較準啦。唯獨我覺得依架車可以改進嘅就係啲避震啦。避震佢原裝嘅避震咧，因為佢偏 for 依個街道用啦，佢依架車基本上 built for 街道用嘅，變咗佢個避震對我嚟講非常非常遠，而且嗰個輪胎咧，佢用依個街胎依個 Rosso Corsa 2。咁咧我就覺得比較如果可以用翻依個 Diablo Corsa 嘅話咧，就會好好多啦。咁其他嘅嘢就係個 feel 啦，嗰個坐姿啊，所有各樣嘢同199一樣啦，都可以 confirm 翻依點，只係個速度係慢些少嘅啫。咁至於如果想睇 detail 啲嘅，我錄咗一些小 video， 咁大家可以喺個 video 度睇下啦。嗰個車嘅馬力啊、braking 啊各樣嘢啦，多謝大家。Hey, I remember you.